请掀开经本，前盘查网长行第二句啊，龙王旧盘查网得修习无边行门海解脱门，清凉大师给我们注解的文字不多，提示给我们修习等者二力之行，去果圆满，深广难穷啊，名无边海。那么他老人家给我们的提示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思考修习无边行门海。海是比喻，比喻的多，比喻的深广。行门无量无边，那么关键呢，在修习这两个字。修啊，是修正；习就是生活。啊，现在的话呢，讲落实。啊，落实在生活上。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叫习。行门行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行为。行动。佛菩萨把我们的生活行为归纳为三大类，身、语、意，啊，归纳这三类。行门再多，也不除这三类。啊，身体的造作。这是属于身的行为，言语是属于口业的行为，念头是属于意业的行为。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教我们的原则：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龙王丘叉婆王啊，他所修学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啊。这一段经文总结起来，善护三业啊，所以我们跟无量寿经呢这一对照，就知道这个他所修学法门意趣之所在。这几句话说的是很简单，可是要做得圆满就相当不容易。什么人做得圆满呢？佛果地上做圆满了，因地修行，佛在
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教导我们，延迟境界，可是我们展开佛法的戒禁啊来看，甚至许许多多地方啊，我们很难理解，也不容易体会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古时候的生活方式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啊，不要说印度了，就是我们中国自己古书里头，啊，譬如《礼记》里面所记载的，有很多话我们就不懂。比如说进门啊，要脱鞋子，这个文化就现在不同啊。进门为什么脱鞋子啊？原来从前人居住的房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古时候人住的房子就是日本那个榻榻米的房子，那进门当然要脱鞋子上去嘛。所以到日本去看呢，要是拿中国礼记所说的呢，我们就明了了。但是中国人这个生活方式啊，跟古人已经改变了。完全不相同了，而日本人还保留啊。那么对待贵宾啊，要铺重席啊，就是重席是坐垫的啊，给他两个坐垫、三个坐垫，这是对他特别尊敬啊。那普通是一个坐垫。必须在那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才能看到。那个印度人生活方式给我们差距就更大了。所以戒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都是古印度现实的生活。因此延迟戒律是原则，决定没有错误。可是戒律里面的条文要修订，那么什么人敢修订佛的戒律？所以佛的戒律一定要永久保存，不能更动一个字。我们现实的生活呢，必须要另外定一条，定一套。这在唐朝，诸位晓得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那个清规就是依照中国人方式所制定的戒条啊，我们就容易遵守了。中国这个国家幅员很大，一直到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相同啊。北方人的生活习惯跟南方人就不相同啊，汉族人生活习惯
与给苗族、给回族、给藏族人啊，也都不相同。这些我们都必须通达明了。所以佛法它有最高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本土化与现代化，它的精神原则永远不变，生活方式一定要随顺人情。你看普贤十愿里面就讲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他没有说恒顺佛陀，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呀。佛菩萨恒顺众生呢，不是叫众生呢恒顺佛陀。众生要顺恒顺佛陀的教诲，遵守他的原理原则，可是在生活习惯上，佛菩萨恒顺众生。我们学佛如果不能通达这些原理原则，这个佛法就行不通了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生活方式是三衣一钵。那么现在还有人提倡要用钵来吃饭，这个不合现代时宜。那只是少数人。你们愿意那么做，我们也不反对。但是决定在这个社会上行不通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今天要提倡佛教，提倡佛的教教诲，要大家都做三衣一钵，谁来学？没有人来了。那么这个就所谓是不合潮流啊，不合时代呀。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。大概戒经里面根本戒是能够超越时空的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永恒不变的。根本戒里面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饮酒，这不妄语，这是我们平常讲的五戒。你看看，无论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在家戒或者是出家戒，前面都是这五条，所以这个叫根本戒，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的。那么其余属于生活习惯方面的，一定要合乎本土化跟现代化。决定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，不能脱离现代人生活方式，佛教才能行得通啊。就过去我在美国说到过，在新加坡也说过，古代印度教教义也很不错啊。为什么不能传播到全世界？甚至是回教也不错，基督教也不错，
在中国历史上，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是唐朝时候啊。唐朝时候叫景教，中国人称景教就是基督教。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差不多将近1500年了。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普遍接受，而普遍接受佛教？我在早年20几岁的时候，遇到一位美国的传教士。他是很感慨的跟我说，他说你们中国人人口啊超过5亿人呢，这是在那个时代啊，就是我们基督教传到中国来1-2百年了，可是基督徒还没有超过100万人，这是很悲哀呀！200多年的时间，这么多的人口比例里面，信仰基督教的还不到100万人，所以感觉很悲哀。我们那个时候听到也很同情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为什么佛教一传到中国就普遍为中国朝野所接受，而对中国文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到以后我们学了佛才明了，佛法是开放的，他们宗教是保守的，保守当然就困难了，你跟别人家文化不相同嘛，你要叫别人舍弃你的文化，舍弃他自己的文化，学习他们的，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。那么这种情形，今天在澳洲，我听说土著，他们非常保守，这个情形就相类似了，所以一定要有很开明、非常开放的，他们就容易接受。不破坏他固有的文化，而且对他固有文化还有贡献，还有帮助，他就乐意接受。这是印度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其他宗教在中国传播，远远不如佛教的原因在此地。佛教是开放的。佛教不是保守的，佛教是认同所有一切文化。佛教赞叹不同的文化，这是我们特别在《华严经》上读到的。他认同，他赞叹，所以佛教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确实它是多元文化的理念，多元文化的思想，多元文化的做法，所以能够得到许许多多不同文化，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宗教都能够接受，原因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由此我们就明了了，在中国过去现代都如是，总的原则就像一个国家宪法一样，这是总的，是佛陀这个经藏里面的略藏，这是总的。只要不违背
律藏的原理、原则、精神，条文是可以修订的，是可以自己来制作的。百丈大师的清规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，很好的启示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每一个寺庙里面有常住公约，这常住公约每一个寺庙里头这个条文呢都不一样，这就是适合我们现前修学的环境，适合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制定的一些条文。六合敬里头，戒和同修啊，那个戒是我们大家制定的，我们道场的清规呀。只适合我们这个道场，另外道场他们有他们的功用，有他们的规矩。所谓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了，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规矩。但是他自己的规约决定不违背佛陀教戒的精神，这个要懂得。如果违背教戒的精神，那就好像地方的法规呀，跟这个宪法有抵触了，这是不容许的，那么这是错误的，纯正的一定与佛陀教戒相应。所以佛法才能够适应净虚空变法界，一切诸佛国度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圆满智慧的教诲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法的本质，佛法的殊胜，佛法是真实究竟圆满。那么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这个是教学的中心，永恒不变的原则。可是要怎样才能开悟？悟了以后，我们的心就正了。心正，语正，行正，就是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念。要想智慧现前佛说，真实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具的，不是从外面学来的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自信本具智慧，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？佛告诉我们，
我们自己现前有了障碍，叫业障啊，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障碍住了，因此不能现前。那么如果要自信本具智慧德相现前，必须把障碍排除。佛法的教学也只有帮助人除障碍而已。佛经这个意思讲的是真好啊，不但每一个众生都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也有究竟圆满的德能，这是能力啊，今天讲的能力啊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都有能力做好，做得非常圆满。不是没有能力，有啊。相是相好，所以佛讲如来的智慧德相，那个如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本性里头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，都不需要向外求。可是这个障碍我们不知道，佛给我们说明障碍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障碍从哪里起来的呢？从无明起来的。无明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事实真相。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自信的智慧德相。华严经上讲的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就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迷了，不知道了啊，所以叫无明。由于无明，这才起了无量无边的烦恼。不明事实真相啊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，自己就猜测了，就妄想了，愈猜测愈离谱。愈错误，所以就犯了很多过失了。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个错误太大太多太深了。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无量无边的障碍归纳成两大类，佛经里面称为烦恼障、所知障。
烦恼障碍了我们的德相，所知障碍了我们的智慧，这两种障碍深广无尽呐。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啊，从无量劫来都在这个里头轮回打转，没有办法超越啊，就是因为这两种障碍的关系。佛陀的教学帮助我们突破这两种障碍，让我们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，这就是佛法的教学。可是障碍是自己本身起来的，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，因此除障碍呀，还是要靠自己。佛只能够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，他自己怎样除障碍呀，这个方法教导我们啊，提供给我们，让我们做个参考。他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障碍除掉啊。所以佛法是私道啊，我们自己有业障，决定不能靠佛菩萨赦免，佛菩萨来救度，这是迷信的，这个错误观念的。所以《大乘般若经》里面，佛就常说：“佛不度众生呐。”这个话是真的。众生怎么得度的呢？众生是自己觉悟、自己得度的。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是我们自作自受嘛。一定要回过头来自己觉悟，自己反省，自己改过自新，这才能真正得度。所以佛对我们只是赠上缘而已，就跟学校老师对学生一样，老师指导，学生自己肯用功啊，肯发奋啊，才能成就他的学业事业啊。他要懈怠懒惰，不肯发奋，不肯努力，不肯用功，老师怎么慈悲，怎么爱护，也帮不上忙。佛法是私道，不是神道啊。那么神能不能帮助人呢？说老实话，神也不能帮助人。神果然能帮助人，就不必用佛法了，人也不必去修行了，靠神，神就会帮助了。神果然能帮助人，诸位想想，因果的定律啊就被推翻了。
啊，我造的恶业，我可以不受恶报，神会赦免我。那这就把因果定律推翻了。啊，我造种种不善业，我求助于神，神欢喜我，就让我得福报。诸位想想，哪里有这种道理呢？所以民国初年，欧阳靖武说，宗教皆是迷信的。啊，他说宗教是迷信的根源呐，哲学是斗争的根源。你们看他这个那个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他说佛法既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，佛法是教学。啊，他讲的这些话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啊，佛法是教人。我们今天有病，一定把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，啊，然后对症下药，啊，所以佛法教学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是帮助人开悟，啊，可是开悟，你为什么不能开悟？你的心呢，是乱的，你心不清净啊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我们的病根就在此地。如何把妄念止住？让心定下来，那就能开悟了。所以佛法教学的关键是在禅定，目的是在智慧，啊，关键在禅定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是修禅定。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一样，禅宗用观心的方法，用参话头的方法，使这个心定下来，把妄念呢止住。我们净宗呢，用念佛的方法，也是求一心不乱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禅与净只是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一样，目的目标完全相同。啊，不仅是禅与净啊，佛家的大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无不如是啊。纵然不属于佛教，其他的宗教也好，其他的教学也好，只要符合这个原则，
与这个方向啊，目的相应，一切诸佛菩萨都承认它是佛教。可见的佛教广大，这个佛不是释迦牟尼佛，也不是阿弥陀佛，也不是一切诸佛如来。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的意思。所以佛教啊，觉悟的教诲，觉悟的教学，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叫佛门广大了。那我们在最近看到新加坡许哲居士那个录像带也许你们都看过了，他不是佛教徒，他没有听过佛法，也没有看过佛经，但是他用的方法呢，使自己减少妄想分别执着，使自己的心定下来，清净下来，他那个法子是佛教啊。他修学的成果是佛家希求的圆满的教学。活到100岁才遇到佛法。100岁之前虽然没有遇到佛法，没有遇到形式的佛法，他已经得到实质的佛法。他知道知足常乐。他知道减少自己一切欲望，这样才能够把心定下来。我们的心为什么定不下来？欲望太多了。他何以能定下来呢？他意识足了，他就够了。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需求，他没有了，没有需求的心了，没有与人竞争的心。我们这个世人最大的痛苦，就是竞争的这个念头断不了。看到别人有，我也想有，你说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妄念永远洗不下去。特别是现代科技天天在进步，真的是日新月异。天天有新的东西出来，天天希求新的，追求新的，那你的心永远定不下来了。你的心呢，永远被境界所转，这就苦了。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凡夫跟佛菩萨恰恰相反，凡夫是心被外面境界转，
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诸佛菩萨呢，他的心清净定的，不随外头境界转，所以他能转境界。所以佛菩萨是境随心转，他得大自在呀！啊，我们这个苦啊，这是讲到了苦的根本原因呢，是心随境转。我们的心没有主宰，做不了主。啊，你看人家赞叹几句就生欢喜心，啊，骂你几句就生烦恼，几天都平息不了，这是心做不了主啊。啊，我们学佛就要在这些地方做一个大转变。啊，转变不容易。啊，为什么不容易呢？无量劫来，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境界里头，已经养成习惯了。所谓习惯成自然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自自然然呢，妄想就生了，烦恼就起来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可以说无量劫一直到今天修行不能成功的原因。可是这桩事情我们从佛经论里面去观察，它也并不是真的很难。啊，华严经在幕后，你们看看善财童子一生成就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说的更好，龙女八岁成佛，这是告诉我们不难。龙女，龙是畜生道啊，不是人道啊，八岁很小啊，啊，他都能成就。这是用这个形象来勉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这事情并不是很难。难在什么？难在自己肯不肯把念头转过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是真肯干，这个事情就不难；不肯干呢，那就太难太难。从哪里转起呢？从知足。样样都知足，你就很容易转过来了。所以，佛菩萨给我们实现，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都很清苦啊，我们再回头看看，每一个宗教创始的那个教主生活都很艰苦。
宗教里面称之为神品啊，贫苦啊，神品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安贫乐道啊，这个里头有真乐啊，有真的享受啊。过去方东梅先生所讲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在物质，啊，不是丰衣足食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世尊在世，啊，三衣一钵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有时候还徒步到啊。偷不到他也很快乐啊，偷不到一天就不吃嘛，他没有烦恼啊。啊，有的时候偷到美食啊，他也不会生欢喜心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的，这就乐在其中。如果偷钵啊，今天这个斋主供养的好就生欢喜心，供养的不好啊，心里就不高兴，这不能成就啊。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，啊，这是一位修行正果的大德，晚年在中国弘法。啊，他是汉朝时候的人，这早期翻译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。啊，他比鸠摩罗什还早。传记里面记载，他到中国两次偿命债，啊，第三次到中国来才弘法。已经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到江西潘阳湖就度他一个同学，啊，那这个同学是前世的，不是这一生的。这一位同学现在的身份是龙王，水神龙王啊，啊，那叫洞庭湖啊，龙王啊，这个神很灵验，有求必应，周围一千里范围的人都来朝拜，都来供养啊。啊，过去僧中给安世高同学，那么他来度他，啊，这是落在畜生道啊，修的大福报。安世高到这个寺庙里面来，龙王就托梦给这个寺庙的住持，说明天有高僧大德，是他的同学，到地方来要好好的接待他。啊，
到了之后，暗舍高给这个龙王说法，供的这个像啊，在面前给他说法，给他念咒，叫他现身，他也很难为情，最后还是现身了，出来了，大家一看是一条大蟒蛇，那个就是那个龙神，大蛇。所以以后这个地方叫蛇村。安世高说：“说他这个历史因缘，在过去是他们在一起同学，都是出家人，每一天出去托钵，他就是人家供养的菜饭很好，他就欢喜；供养的不好啊。”他心里就难过，就是这么一个原因，堕落在畜生道。他这个人在世明经好师，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又喜欢布施，因为讲经说法，所以他灵验呢，也有求必应呢，因为他喜欢布施。所以一千里的这些人呢，都不断的送供养给他，福报很大。这个公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这每一天在饮食上的时候，有这么一点小小的。这个分别执着，那样的修行人，天天讲经说法，又欢喜布施，在我们今天讲这个法师值得人尊敬啊！还堕落在畜生道。那么我们今天反省反省，我们对经教上的通达。能不能跟他相比？我们在德行啊，喜欢布施供养，能不能跟他相比？比不上人家了。但是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嗔恚，恐怕超过他好多倍呀。他落到神道去当龙王。恐怕我们将来不如他。你要不想呢，就没事啊；越想啊，越可怕了。越想，问题越严重。人既有生，必定就有死。死了到哪里去？这是很严肃的大问题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要晓得，世间是无常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刹那生灭，给我们讲世间法的真相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你就真的把这个世间所有现象你看清楚看明白了。所以世间一切是缘分，缘分决定不是恒久不变的，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，不可以留恋，不可以染着啊。
顺境善缘，不生贪着；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。心转境界，不要像安世高那个同学，心被境界转。心被境界转，出不了六道。那么安世高比他强，所以人家能证果。他不如这个同学，就是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虽然明经好师，还是要堕落。这个公案呢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，我们应该如何修学。誓愿如果不能放下，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，不可能，必须要放下。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清净心，没有别的。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的妄心。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才落到轮回。换句话说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。佛说得好啊，如果我们能把执着放下了，好恶是执着啊，安世高这个同学就是因为有执着，所以出不了轮回。执着要断掉了，不再执着了，得到称心如意的，没有贪恋的心，遇到恶劣的境界，没有嗔恚心，这执着没有了，六道就超越了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努力去学。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，念佛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。生到哪里呢？方便有余土。凡圣同居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执着没放下，还是执着。执着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。那么这些人怎么往生的呢？临命终是不执着了，所以他往生了。临命终是还执着，那就往生不了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人在平日常生活当中，执着要淡了，越淡泊越好啊，
到临终的时候容易放下。如果有严重的执着，临终的时候就靠不住了，不容易放下。对于家亲眷属的恩爱，对于财产名利，你在临终的时候彻底放下了，一心向佛，这个人决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在现前我们功夫做到了，把这些执着通通放下了，我们念佛往生品位就高了。诸位还要晓得，无量寿经上都说过，我们现前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超过在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要懂啊，这个说起来西方世界修行难啊，我们这修行容易啊。难易不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，各有各的难易。西方世界的容易啊，是西方世界不退转，只有进步啊，不会退步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但是进展慢了，速度很慢了。这个世界呢，它的确信是容易退转。进步难，退转容易，所以这个世间是大起大落。如果你要聪明呢，你就大起，不要再落了，那这个就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就是这个地方修行一天呢，超过西方世界一百年，大起不落才行。可是一落了，那就比西方世界就差远了。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认真努力修学。放不下的也要放下，咬紧牙根放下。先从事上放下，这是持戒。然后再从理上放下，就开悟了。这是世尊在此地教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也。所以首先我们要从物质享受上放下，不要计较得失，安贫乐道。因为生活越简单，越显得自在呀，越没有负担。然后精神生活也放下，世间人在精神受用上也有许许多多种类差别，都要放下。像过去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，他在
庐山，建立中国专修净土第一个道场，现在叫东林寺。诸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，可以去看看。当时有个很有名的学者谢灵运，我们小时候读书过文里面读过他的文章。谢灵运想参加这个念佛堂，圆公大师拒绝，他们是好朋友为什么拒绝他呢？精神生活方面他放不下，他喜欢诗词歌赋，这是属于精神生活，也要放下了，不放下还是障碍啊。你看看我们现在道场也好，家庭也好，总有一些字画，充实着精神生活。可是真正修道人呢，他这些东西放下了。我们看印光大师，这是最近给我们作为修净土的一个好榜样。他的道场在苏州灵岩山寺，晚年一直在那边闭关，他的官房我去参观过，所有一切陈设都没有。那个小佛堂里面正当中，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字死，就写一个死字，供的一尊佛像，连香花都没有，供一杯水，一个小木鱼，一个小银磬，小磬，简简单单。这是教给我们什么？精神上和生活的你那种喜爱啊，也放下了。我们最近去参观许哲居士的他居住的地方，他居住的房子是属于养老院的，那个养老院是他创办的，他年岁大了，养老院交出去了，他住在里头一间房子，我们就看房子里面只有两个书架，书架上排的整整齐齐的书籍，他喜欢读书。墙壁上面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照片东西都没有，大家给他照相，照片送给他，他不要，不要送给我，没有用，做纪念没有，他不要。我们在他房间只看到两张照片，一个在他房间的书桌上，一个在床头柜上，他母亲的照片，两张都是他母亲照片，除了供养母亲照片之外，是什么都没有。这精神生活放下了，所有一切喜爱都没有了，
印光大师比他还彻底，为什么呢？书都没有了，他还有不少书啊。印光大师桌上只有一本《弥陀经》啊，什么书都没有了。你想想，人家是怎么得定的？怎么成就的？他这种做法就是教导我们呐。他是这么成就的啊！但是我们道场那就不一样了。道场为什么这样布置呢？戒严大众的啊！如果我们道场这个里面陈设像印光大师那个官房一样啊，那只有度一些真正修行人的。啊，那绝对不是度也戒严初级的。那真想成就的人，啊，看到这个环境好，啊，初学的人绝对不能够入门。啊，所以这个寺院、庵堂、道场、戒严大众，啊，我们对于精神物质生活都要普遍照顾到。让他能生欢喜心，让他来了一次，下一次还想来。啊，这是戒淫成就啊！真正想念佛修行，必须在深山里面、人迹罕到的地方啊，去修建这个念佛堂。啊，那是真正没修行。真正明了佛法道理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了，这个时候他自动放下了，不是我们劝导他，他自然放下了，他愿意放下了，放下他得到更快乐，得到更大的享受。那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叫人放下他痛苦啊，他不是得乐，他得苦啊。所以真正达到那个境界的那个人呢，放下是更快乐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啊，我们会觉得那种生活太苦了啊，他们不会啊。这是境界的问题，哪个境界，哪一个阶层，用哪一种方法啊？所以佛恒顺众生啊，这样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不断的把我们向上提升啊。我们一般俗话说提拔我们呢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在哪一个阶段，在用某一种方式。所以行门呢就无量无边了啊。我们这举几个例子，诸位从这几个例子就能够体会到啊，佛陀对一切众生这种慈悲心啊，照顾的这种心性啊，方法善巧到基础啊，总是不断在提升我们啊，帮助我们成就。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要用心去体会啊，要懂得想轻浮世界人想的，我们佛法叫想鸿福，红尘之福啊，五欲六尘的福报啊。佛家是想清福，清净的福报，把五欲六尘通通舍弃掉啊，这叫清福。
典籍古大德有收藏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佛法久住世间，是为后人着想的，这是大慈大悲。典籍是开智慧的明灯啊，六道众生要不依经典，他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？怎么会知道修因正果？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，完全靠典籍，靠经典。古人真的是用尽了苦心，唯恐经典失传。我们在中国大陆，在北京附近的房山，看到古德把这个大藏经刻在石头上，全部大藏经刻在石头上。用了多少时间呢？用了1000年的时间。参与这个工作的人400多人，用1000年的时间把这个经藏刻出来了，现在被发现了。他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后代。这个印出来的这个经本容易散失，容易失传，刻在石头上，埋在洞穴里头，这从前人用的办法。那么我们现在想想，现在这个技术发达啊，科技发达啊，所以我看了这个样子，发了个心，希望把10颗大藏经呢印1000套啊，从石板上踏下来，印1000套，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，这样子保存下来不会丧失掉了。世间总有战乱，这个地区有乱，那个地区可以保存啊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永久保存。所以这个都是为众生做的，为佛法做的，不是为自己。为自己要学印光大师啊，要学慧远大师，决定成就啊。那我们呢，先为众生多修一点福，然后为自己啊。所以我过去常常想啊，60岁以前呢全部为众生，60岁以后啊要兼顾自己了啊，这到晚年了啊，修福学慧啊，成就众生，成就佛法，也要成就自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